今天我们这里的气温好低啊，最低温度到了-1°。我今天围了一个围巾，丫丫一直盯着我看。看丫丫一脸羡慕，主人决定给丫丫也围个。找了半天没找到，找了一个这个，这个也可以拿来做围巾啊。不过丫丫好像不喜欢，在这里使劲的扯。这样戴好看，这样还可以做围兜，吃饭的时候不会弄脏羽毛。还是不喜欢啊，被他扯下来扔在了地下，满脸都是嫌弃呀。干脆把它当成衣服吧，这样穿在身上多好看，不但保暖而且挡灰尘。穿了一下又开始嫌弃了，又在这里扯了。这个总该好看了吧，如果再不满意我就没有办法了。这个也好看呀，干脆用这个得了。又不喜欢，又在这里扯。看来这只宠物鹅还真的是不好骗呐，不好糊弄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找到了一条，这回该没有借口嫌弃了吧？多好看，连走路的姿势都那么酷。带着这条围巾走出去，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鹅。带着这个围巾去养鹅场，不知道要迷倒多少鹅呀。咋的啦，又咋的啦，丫丫又咋的啦，咋又扯了？